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小甜心。这里呢是在香港的中环街头。香港内地全面通关了啊，街头游客越来越多了。中环街头啊，商场啊，店铺啊，生意越来越好了。熙熙攘攘、匆匆忙忙的节奏比较快啊。街头各种各样的豪车也很多。好了，谢谢大家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来我强烈推荐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